我们现在来到了梁赞的老城酒店附近的捷星公园，这重庆活动还是比较多。以前这个地方每年的八月份有城市古老城市论坛，今年的古老城市论坛是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差不多，本来是打算跟重庆一起的，结果因为这个森林大火，重庆推迟了。这个是给孩子们准备的手工活动，然后这边现在搞的试驾，好像现在是下午的3点，有很多活动可能4点以后才开始，明天活动比较多，现在有一些会场还在布置。地方新开了一家中餐，俄罗斯中式点心，挺有意思。这个大叔大家还记得吗？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还跟他在他的冰雕前面合了影。中心邮局，梁赞还有一个蜂产品研究所，我们学校跟蜂产品研究所一直有合作。前段时间这个草垛刚摆好，非常整齐，然后过了没多长时间就被人破坏掉了，然后这是重新把它摆整齐了。马戏团，应该是晚上6点到8点有演唱会。
Класс. Чем мы будем меньше, тем слабее. И что мне объединяли, что он берет войско и пошел на выручку, может,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. Хотя Иван在前段时间换了10辆这种新的公交电车，之前都是莫斯科那边淘汰下来的旧电车。坐一下这个新电车，车厢里面还是蛮干净的。新电车还是噪音比较小。